小陈姐接到人了，接着了，看着还挺有相处的。叫什么呀？干什么的？叫许红豆，干什么？我还没问呢。叫许红豆，干什么？我还没问呢。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，给线下拿两个。哎，你不用管他，顺手的事儿。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，给线下拿两个。哎，你不用管他，顺手的事儿。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，给线下拿两个。哎，你不用管他，顺手的事儿。呀，打烊了。哦，对，你一个人呀？啊，那进来吧，给你坐啊，来，请进，谢谢啊。哎，呀，打烊了。哦，对，你一个人呀？啊，那进来吧，给你坐啊，来，请进，谢谢啊。哎，打烊了。哦，对，你一个人呀？啊，那进来吧，给你坐啊，来，请进，谢谢啊。哎。饿了吧？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能不能帮我拍张照？可以。来，饿了吧？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能不能帮我拍张照？可以。来，饿了吧？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能不能帮我拍张照？可以。按这儿就行。哦，好。一二三，茄子。你看看行不行？谢谢啊。嗯。不行，我再给你拍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嗯，按这儿就行。哦，好。一二三，茄子。你看看行不行？谢谢啊。嗯，不行，我再给你拍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嗯，按这儿就行。哦，好。一二三，茄子。你看看行不行？谢谢啊。嗯，不行，我再给你拍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嗯，味道不错吧？啊，姑娘，一个人来玩呀？啊，以前来过吗？没有。味道不错吧？啊，姑娘，一个人来玩呀？啊，以前来过吗？没有。味道不错吧？啊，姑娘，一个人来玩呀？啊，以前来过吗？没有。第一次来呀？那你可来对了。我们家这个店呀，开了20几年了。第一次来呀，那你可来对了。我们家这个店呀，开了20几年了。第一次来呀，那你可来对了。我们家这个店呀，开了20几年了。以前我们这村上呀，只有我们这一家店。来这里玩过的、吃过的，那都会再找回来的。以前我们这村上呀，只有我们这一家店。来这里玩过的、吃过的，那都会再找回来的。以前我们这村上呀，只有我们这一家店。来这里玩过的、吃过的，那都会再找回来的。老板娘，哎，买单。哎，微信可以吗？啊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哎，刷这儿。哎呦，58。老板娘，哎，买单。哎，微信可以吗？啊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哎，刷这儿。哎呦。58。老板娘，哎，买单。哎，微信可以吗？啊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哎，刷这儿。哎呦，58。我还是刷卡吧。这个我们家可没有，现在都用手机支付。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？没有。我还是刷卡吧。这个我们家可没有，现在都用手机支付。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？没有。我还是刷卡吧。这个我们家可没有，现在都用手机支付。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？没有。姑娘，要不然算了，这顿饭呀，算是阿婶请你了。不不不不不，啊，你走吧，没关系的。姑娘，要不然算了，
这顿饭呀，算是阿婶请你了。不，哎，你走吧，没关系的，姑娘，要不然算了。这顿饭呀，算是阿婶请你了。不，哎，你走吧，没关系的。哎，您知道有风小月吗？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住那里啊？啊，我今天刚来啊，手机就摔坏了。哎，您知道有风小月吗？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住那里啊？啊，我今天刚来啊，手机就摔坏了。哎，您知道有风小月吗？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住那里啊？啊，我今天刚来啊，手机就摔坏了。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，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。行啊，没事的啊。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，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。行啊，没事的啊。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，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。行啊，没事的啊。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姑娘，不用，你走吧，没事的。我一定给您送来。好，慢走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姑娘，不用，你走吧，没事的。我一定给您送来。好，慢走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姑娘，不用，你走吧，没事的。我一定给您送来。好，慢走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